家好，说起珍珠奶茶，相信每个人都喜欢，那个 QQ 的感觉，老少都爱珍珠奶茶的主要原因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份又 Q 又简单的纯素黑糖珍珠奶茶，香醇入口，健康难忘。材料有珍珠的配料黑糖、水、木薯、淀粉，奶茶的配料牛奶、红茶，就这样搭配能做一份美味的黑糖珍珠奶茶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这份健康香醇入口的黑糖珍珠奶茶给您带来一份喜悦，天天都想来一杯，期待下次与您素食有约，一素一菩提。